文以载道化众生，众生光明享利乐。桂林的文采能引领时代潮流，感化人心。丰富的学习更有助于通过考试，获得名声财富。所以每逢可贵，新生学子因拢会前往各地供奉文昌帝君的庙宇，上香祈祷，祈求考试顺利，金榜题名。其实文昌帝君唔干那是读册人的守护神，举凡任职公家单位，需要考取证照的专业知识人员，以及经营书店、印刷的业者，若有文昌帝君加持，必定能为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。如此，深受文人士子、求功名官禄者尊敬的心志。原先只是一个主动神张阿祖，因为甲董献宗的一段姻缘，从此享有天下。众神在民间，故事代代传。欢迎收看《封神榜神之传说》，文昌帝君的故事。大千世界，茫茫人海，互相无熟知人会当相当，这是一种的缘分。缘分会当长，也会当短，会当好，也会当歹，取决于咱用什么款的心态去对待每一段的缘分。只要会当付出真心诚意，肯定会当成为一段的良缘。就亲像伫顶一集的节目中，阿祖甲伊爸母当着望地度物的后代子孙多念先老先生同一款。虽然小灯的时机无完美，但是双方拢充满了善念。这个难得的缘分，更加会当予两家日后结成亲家。多念先为人辛苦，热情好客，阅历丰富，洞察世事的伊，一眼便看出阿祖一家人正遭遇着困境，因此决定伸出援手。为了不让对方觉得未自在，多念先未识的问说：“武器献地，恁是外地人吧？看恁这样的风尘仆仆，准备去哪里呢？”如果无着急要赶路的话，老夫想邀请恁到寒舍坐一下，啉一杯茶。若是想要待几日啊，也无妨。总之，让老夫有一个做东交代的机会，安尼才算是未辜负上天安排咱两家相见的美意。阿祖对着多念仙非常的有好感，一听到对方性情小玉，马上欢喜甲抢着要答应。张无忌却是紧张甲大叫：“袂使，不可以啊！”也频频向阿祖使目色。阿祖明白父亲是咧暗示伊唔通讲出实情，也唔通乌白接受人的好意，以免又责怪生气，只能按耐住原本兴奋的情绪，吞吞吐吐了几半步，才勉强编出一个理由说：“晚辈因为家乡遭逢天灾，粮食欠收，不得不离乡背井，正打算北上去投靠远房表亲。”讲完不自觉地吐了一个嘴子，父子两人的反应，多念仙全看在眼内，伊像是沉思片刻，然后又开口问着：“您的远房表亲住哪里？平日有经常联络吗？事前有知会过对方吗？我看您不如先告我回去，老夫再派人去探听一下状况，免得到时候吃了闭门羹，白走一转。”阿祖听大念仙安尼一讲，当场便硬输了。伊本来就唔是会晓讲白贼话了，这下更是叽叽喔喔，不停地用手撩着头壳，唔知影要怎样回答才好。真怕讲得愈多，会愈难医治个白贼。
一旁的张武器见状，赶紧将话接过来说：“杜老先生，你的好意阮心领了，阮家你非亲非故的，怎样遭到你的互相去打扰，太无味了。万不得甲你惹上麻烦，阮就会过意不去，也是算了。阮的代志，阮会家己看情形办。”不劳你费心，你咱就此别过吧。想未到杜连生听完之后，丝毫无要放因离开的意思，不但笑着说：“不毛米，一点啊都不毛米。老夫也毋是一个惊麻烦的人，是真心欢迎恁到寒舍做客。咱赶紧上车吧。”随后也将大手一握。几名仆人立刻将前围住张武器甲测试，面带微笑，动作却是十分的强硬，企图要将两人直接塞进后面的马车内。杜连生自己即是牵着阿祖，朝着第一台的马车行去。武器夫妻完全无料到代志的安尼发展，拼命想要摆脱这群佣人。可是安怎都摆脱不了，眼看就要被下上马车，张无忌情急之下，只好回头大声话：“杜生，你安尼做，难道唔惊会惹祸上身吗？”杜立生听了后，脚步停落来，回头走向张无忌，开嘴问伊讲：“为什么会惹祸上身？难不成你曾经？”豺狼放火是一个十恶不赦之徒吗？张无忌直接甲伊回答：“当然不是。”杜连生得到满意的答案，就不管无忌夫妻的反应，犹原爱所有的人上车向成都出发。阿祖一家人就这样跟着杜连生来到俗地上最灿烂的一粒明珠——成都。成都自古就是集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于一身的重镇。自汉朝开始，又因为出产的蜀锦色泽鲜艳，花纹缤纷，工艺相当的精美。当时的朝廷在此地设有专门管理织锦的官员，所以成都又被称为锦官城。简称锦城。阿祖坐在马车上，甲杜连生，天南地北的闲聊着，伊发现这位老先生学识渊博，比起自家的东北夫张鲁公，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加上为了不让杜连生提问起有关家中的敏感话题，阿祖便决定由伊来主动发问。伊向杜连生请教足济关于《论语》《明主》上的问题，杜连生也落得一一回答。几番交谈过后，杜连生发现阿祖虽然年纪小，却十分的好学，而且天资异常的聪慧，对事情的看法比同年龄的囡仔搁较成熟，又有远大的抱负，因此愈看是愈喜欢。认为阿祖是一个可造之才，便有意将阿祖留在自己的身边，好好阿爸栽培。只不过杜连生也来未赴询问阿祖的意思，便传来仆人的声音说：“老太爷，咱已经进城了，得要到厝了。”阿祖一听，随即掀开帘幕，好奇的探头出来查看。远远看去，前方的城楼巍峨雄伟，气势非凡。但入城后，城内到处拢林立着富丽堂皇的楼阁，大街两边也有各种的手工作坊，商铺齐集，来往的人潮汹涌，繁华闹热的景象，着是让阿祖大开眼界。这拢无算虾米。因为当阿祖入去了杜家的大厅院了后，那一间又一间雕梁画栋的房舍，
古色古香的灯台，高雅别致的风铃，看得阿祖是惊呼连连，不断地赞叹说：“有够水啊！”杜连生安排阿祖一家人带入去后院的东厢房，一搭环境清幽，厝内打理得非常的舒适。对一路拢在多忙的三个人来说，就亲像是天顶掉下来的恩惠。即使在味多忙之前，因也毋捌享受过遮尼好的待遇。两夫妻夫妇两人实在感激受宠若惊。此后，杜连生又带着阿祖到伊的书房参观。杜连生的书房相当的宽阔明亮，入门就会当看见一块大型的书桌，书桌上依序摆着文房四宝，后壁的墙壁顶挂着一百个字画，而且窗景有力。阿祖以前听东北虎说过，字如其人，看来这百字画正是出自于杜连生之手。再往书房左手边看去，课堂啊的这边有一台古琴，琴桌边有两支插满了书画纸卷的大飞盘，甲古琴相对的风桌上就有一套低鼓甲两个戴着围棋的机关。转过头，书房的正手边全是书架，架上摆满了书，甚至有不少是早已经泛黄的古代竹简，立刻吸引到阿祖的目睭。徛在书架前，东看看，西看看，桌边轻轻的，这边茫茫的，不甘人离开。深受读书人欢迎的文昌帝君，一生好亲爱民，富丽济贫，有高尚的美德，成为红尘中的明灯。风神榜神之传说，文昌帝君的故事，用感动人的剧情感化人心，让好的节目永远流传。请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杜连生一边向阿祖介绍家己收藏的书，一边把握时机讲：“阿祖，你这么爱读书，甘咪干脆留落来做我的学生。我有一个孙仔的年岁，甲你差不多，恁拄好会当做伴，你嘛免担心你的爸母。我这也欠两个打扫的人，灵尊灵堂若无气焰的话，这份差事就予因。你回去帮我转告予因知影，让因安心待落来。”阿祖感觉杜连生的提议不错，可以让他们一家不用再四处来逃亡。而且杜连生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，绝对不加害他们，所以马上点头和答应，然后欢喜回去父母的身边，不断在说服父母留下来。但是张无忌听完却是面色一沉，表情严肃讲：“明仔载我会去找杜老先生好啊讲一下。”讲完了后，咱就来走。第二日透早，张无忌便雄雄公公的走去要找杜连生，所以又要事求见。去了，仆人向张无忌说：“张大爷无好意思，老太爷伊出外去办事了，三天后才会回来。你放心，你是厝内的人客，老太爷出门之前有再三的交代，要好好啊招待恁，袂使怠慢了人客。阮袂去为难你的，只是你若想要离开，怎样嘛着爱等老太爷回来再说。我就你安尼，一走了之，老太爷到时一定会认为阮即寡做下人的服侍不周，会怪罪阮。”张大爷，你应该不忍心看到阮受罚吧？所以说，也是请你先回去房内等候。张无忌知影杜连生未轻易的让因踏出杜府的大门一步，
虽然感觉不满，但也无别个办法，只能耐着性继续等。结果等到隔日的黄昏，仆人便走来通报，杜连生回来了，叫张无忌赶紧到伊的书房回禀。张无忌一看到杜连生，忍不住用一种嘲讽的口吻说：“无想到东东望地的后人，随着门口的灵异道德，却对人使出软禁的手段，这种台客之道，真是令人难忘啊！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”杜连生笑着无讲话。你是提给张无忌一张的广告，张无忌提来一看，居然是痛名确实的故事，惊到伊顿时大惊失色，全身冷汗直冰，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着，久久讲不出一句话来。杜连生赶紧安抚张无忌说：“唔免惊。”我若是真有心要对恁一家人落井下石，你也能安然无恙的徛伫遮吗？其实老夫自看到恁迄一刻了后，便观察到恁一家人眉头深锁，面上总是不经意的流露出一种的忧愁。甲阿祖的对话中，也总能感觉到一种想要讲实在话又不能说的无奈。可是这相处下来，老夫始终相信您是良善之辈。既然您不肯家己说出实情，那老夫只好派人去调查。不瞒你说，老夫这两日根本都无外出，会强行将您留下来，无非是想要查明事情的原委之后，再来甲你商量，看呗。甲您怎样的帮忙？现在老夫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经大致了解，什么抓妖捉祟，唉，用卡头乌想嘛，知影是无稽之谈。想必是官府无为您身上获得好处，或是您无小心得罪了官府，才会将您一家人逼甲爱离乡背井。在到处逃亡，我讲了对不？武器现得，问题是恁会当逃多远？会当逃多久？照老夫来看，如今上好的解决之道就是留下来。毕竟遐个风官，搁较无生目睭，也不至于唔知轻重，找到老夫家来。老夫愿意按照之前所说。收阿祖为徒，您夫妻即是我府上的家仆，你看安尼好不？张无忌听完杜连生所讲的话了后，目眶红红，马上扑通一声就跪落来讲：“承蒙你老人家的厚爱，收留阮一家，这份的温情，无忌今生难以回报，请受无忌一拜。”杜连生满面的笑意。夫妻张无忌，两家从此结下不解之缘。杜连生安尼无条件咧帮助他人，无求回报的做法，是雪中送炭的典范。咱嘛应该爱学习这种的精神，加做一寡扶助济贫的好事，加从事有利于众生的公益活动。和社会随时随地拢充满了正能量。能够在杜甫中期，甚至成为杜连生的学生，阿祖欢喜甲强要飞上了天。伊也无让杜连生失望，读起书来比以前更加勤奋用功。拄到未晓的所在，伊一定会马上就去请教杜连生。听完杜连生的讲解了后，回头自己也搁爱斟酌的读磨了两三解，写下心得，证明家己确实理解透彻了，才肯罢休。如此，经过两年外了后，杜连生发觉阿祖提出来的问题，已经到了成年人的水平。再过三年，阿祖的学问
得要会当甲自己平起平坐了。又过一年，杜老先生惊吓的发觉，在作者问题上，反倒当变成是伊有一点啊对袂着眼前这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囡啊，当真是后生可畏啊！这种惊人的成长程度，两年纪比阿祖大一岁的杜连生子孙杜祖华也佩服不已。这一日，师生三个人又在一齐畅谈何为生意正心，又说到君子该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三人愈谈愈起劲，完全无注意到时间。等谈完了后，才惊觉日头已经西下，时间也无早了。阿祖赶紧起身收拾物件，向都市公孙仔两人告别，赶回去当厢房。结果伊拄啊踏入后院，便甲一名年轻姑娘相弄作伙，发芽弄出了花花。这名少年的姑娘不是别人，正是杜连生的孙女，杜祖华的亲生妹杜婉月。半年外前，伊伫个后花园佚佗的时阵，拄啊好撞到无忌夫妻，伫遐无用伫咧修剪花草，无用忝啊，即时摕出一条有精美绣花的手巾啊，在替红菜切干，引起杜婉月的注意。一问之下，才知影原来切氏也是一个赤绣的歌手。杜婉月就拜切氏为师，逐天都会走来学赤绣，才会当到张阿祖。这两个少年人之间会发生什么代志呢？更加多精彩的内容，请继续收看《风神榜·神之传说》文昌帝君的故事。咱下回再见。蔡金华，听重点，一起来聊文昌帝君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晨。张雅子非常喜欢杜念仙，听到对方先提出邀请，马上抢着答应。张无忌却紧张的大叫：“不行，不可以！”雅子明白父亲是在暗示他不要讲出实话，也不要接受人家的好意，免得节外生枝，只好随便编一个理由，吞吞吐吐的说：“晚辈的家乡遭逢天灾，粮食收成不佳，不得不离乡背井，打算北上投靠亲戚。”说完，还不由得自主地伸了一下舌头。鸭子听说成都到了，立刻掀起马车上的布帘，好奇地探头查看。他看到前方的城门气势非凡，城里到处都林立着漂亮的阁楼，大街两旁有各式各样的手工店家、商店市集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，热闹的景象让人大开眼界。张无忌见到杜念仙后，忍不住用了一种讽刺的口吻说：“想不到你身为帝王的后人，说的满嘴仁义道德，却对人使用软禁的手段，这种待客之道真是让人难忘啊！您到底有什么目的呢？”杜念仙笑着不说话，而拿出了一张做公告给张无忌看。张无忌一看，居然是捉拿妻室的告示，吓得他大惊失色，全身直冒冷汗，双手不停地颤抖，久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杜念仙向张无忌建议：“你们这样一直逃下去，绝非长久之计，不如留下来，老夫愿意收雅子为徒。你们夫妻则是我府上的家仆，你们大可放心留在这里。毕竟那些昏兵再不长眼，也不至于大胆到来老夫这里找麻烦。”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三分钟聊文昌帝君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受读册人欢迎的文昌帝君，一生好亲爱民，扶弱济贫，有高尚的美德，成为红尘中的明灯。奉神奉神之传说，文昌帝君的故事，用感动人的剧情感化人心。好好的节目永远流传，请扶持节目制作经费。划拨的号码：4227478，号名：十方法界基金会。